俗话说做头最也惊了了，但是慈济人为了要让照顾户和邻居改善生活品质，也要去克服难。较早人讲话，遮老啊遐老啊，无法度换新的人，因为大家伫使用，无法度换新的，所以他你要怎样补？廖女士照顾生病卧床的儿子30多年，遇事需要除旧布新。因为身障人士啊，需要哈轮椅用嘛，那这个浴缸的部分啊，就说帮他打掉。哎，这样啊，好啊。哎，我挂了。哇，几足快，心情气荡荡哦。40年老房子，光线不足，处处危机。咱这个案主吼，因为嘛70多岁啊，伊暗时呐起来时阵哦，暗暗呐，也是真危险呐，所以顶头只甲加设一趴这个电火。所以今天才有这趴开关啊。修缮期间暂居旅馆的母子，中秋节前夕返家，团圆有爱有人气。大爱新闻真善美职工陈启峰、江文龙台北报道。